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一同起立来赞美我们的耶稣。是的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开口来赞美耶稣，因为他配得那一切的称颂，他配得那一切的赞美。耶稣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，他就为我们受死，受了鞭伤。我们知道耶稣他现在与我们在一起，阿们吗？阿们。因为他当我们的每一天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。我们要有更多的赞美，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物品来向神回报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将我们自己成为馨香的活祭，献在主的脚前。
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里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向他述说，来献上我们的生命，献上我们的一切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将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他的手中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物品来报答他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来交托给神。
我们要完全的相信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生命中那唯一的盼望，是我们生命中那唯一的力量。让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他。我用什么能力回报你完全心事的美善，用我全人全心生命中那唯一的力量，那唯一的盼望。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降服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我能去哪？除了你施恩从前，我降服于虚假的恩典，何等的爱，你大力守护着我，太荣美，何等荣美，我愿降服，高举。
头来赞美他。生命永远是属于你的，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盼望，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喜乐。你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一切的惊喜，你让我们从黑暗中走出来，走在你那光明的道路里面。你牵着我们的手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每一天里不断地带领我们，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孩子，不论你眼前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不要忘了，我永远在你的身边，我永远与你同在，我永远带领着你，带你走出那一切的黑暗，走在我赐给你的道路上。谢谢耶稣，你将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要用我们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你。谢谢你，赞美你。